迎大家收睇第二场分组赛。虽然只系嚟到第二个比赛日，但系激烈有唔少嘅精彩场面产生咗啦。大家喺网上嘅讨论都好激烈噶。嗱，而家第一场比赛赢波嘅球队咧，当然就希望可以喺今日奠定出线资格啦。一个咁壮观嘅球场，真系好适合呢一场咁重要嘅比赛啊！系时候啦！巴黎圣日耳门对巴塞隆纳，卢卡文、基里安、麦巴比，组织啊真系唔错噶，系争埋我一脚嘅啫。呢种比波啊够晒效率啦，不过可以再做好啲。直接长传，拿杰迪石整脚直线，巴塞隆纳就话觉得系角球，球证啊睇嚟同意啦。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呢个直线靓啊，试下握埋去啦，人掂唔掂咧？再嚟多次，入波。基里安麦巴比做得好好啊，好快咧就飞埋去个波度啊！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系咪？嗱，够胆冒险咪有咁嘅机会。有突破啦！呢个球员天生就系晓入波嘅，就算成场状态唔好，都照入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传咗个地波过嚟。卢卡文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基利安麦巴比试下握埋去啦，系咪想射呢？古天奴身位舒善啦，古天奴。差唔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。嗱，防守球员有机会解围啦。个波而家喺美斯度，一脚踢走呢个波。拿杰迪石射得有机啦。好，上半场45分钟啊，踢晒。头四人分钟啊，几刺激啦！目前虽然得一个入波，但系比赛嘅战情系精彩嘅。嗱，上半场领先咧，前锋啊英记一功嘅，不过我觉得中场都好有功劳啦。巴黎圣日耳门半场领先1-0。下半场开始，巴黎圣日耳门呢场波不如当0-0咁踢啦。比斯全有机会入波。恩尼斯丹向前传出，马高华拉提呢个直线靓啊，脚法好好啊，个波而家就出咗界，可以换人噶啦，白射啦，冇问题，乜嘢好得过入一球呢？答案就系入两球啦，当然，我啊中意佢够冷静啊，停一停先再射。攻入今场比赛嘅第二球，呢个第二球咧就两队感觉都争好远啦。落后嗰队惨啦，好大压力啊，要追多球啊。领先嗰队望住想入第三球，
比斯、基利安、麦巴比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护传呢边咧，要唔要走大大大威威？咁我再输输，打啲石石，我多咗多嘢。位脚直接跌，喂，有机会啊！中收手啫，零四四三头啦，好啦，点点喺度俾得追啊！好收手，佢射射落，完全长咧，点解佢哋要走啦？因为射射真，反正系直接跌。咁长长如果入咗啦，好啦，而家长长早跌法啦。波啊，睇完啦。